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到时候我现在刚开始讲，会讲南北极融雪跟台湾澎湖分离关税领域，对于我们台湾国际地位的一些互为表里的关系。可以了吗？好像没有亮。旁边这里我开了。好，下一页。好，先下一页好了。点这个北极龙冰，北极海的，大家先看北极海的龙冰。大家先看啊，这个跟我们台湾国际地位，我认为有点关系。这是北极海，北极龙冰。大家看这个就好了，这是北极海，这个是美国的阿拉斯加，上面 Russia 是俄罗斯。从1989年有没有？你看下面那个，那个就是温室效应底下融冰的速度。如果大家今麦看，如果融冰融完了以后，这个北极航道空了以后，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利益，配合南千岛群岛的北方四岛。延伸到我们台湾以后，我们台湾的关税领域会因为北极海的融冰产生很大的经济战略利益。你看一下吧，09年、10年，因为现在已经有破冰船可以经过北极海了。好，下一个。当日俄关系因为领土争端再度的趋紧之时，美国方面最终做出了表态。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记者会上就俄罗斯军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举行军事演习一事称，美国承认日本拥有主权，重申了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美国政府立场。不过，当天哈夫没有具体的提及俄军演习的本身。当日俄关系因为领土争端再度的下一个，再来是新南群岛，就是所谓南沙群岛。好，首先呢，我们马上连线在华盛顿的同事王聪。来，王聪，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新闻里面，欢迎日本把它的巡逻范围从中国的南海扩大，从中国的东海扩大到南海。为什么是美国的海军第七舰队的司令托马斯来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而他的言论又是否代表了美国军方一贯的立场呢？对，其实对于托马斯的这番言论呢，目前国防部门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这个回应。但是呢，之前通过我之前在五角大楼和五角大楼的这些官员的交流，他们对日本的这个扩大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之前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这个态度，都是表示欢迎的。所以呢，从这一点上来看，托马斯的这番言论跟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政策，对日本军事扩张的这个政策是相同的。所以呢，之前我们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时候，我们问到国防部官员，都说日本是一个自己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能够做自己的决定。但是呢，他们说美方欢迎日本能够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能够对稳定这个就是太平洋的稳定就是这一系列做出更大的贡献。比如说他们提到自然灾害，他们提到这个在就是航海领域的这个安全等一系列，他们都说日本都将会在这些领域做出这个贡献，所以呢他们就是表示欢迎的态度。但是呢，就涉及到比如说日本的扩张对中国的这个影响，五角大楼官员在谈这些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他们也说我们只是这个纯属从这个日本做出的贡献来谈这个，并不就是并不是说要针对中国或者是就是其他的一些考虑。所以呢，目前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是他们是美方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仍然。好，首先呢，我马上连线在华盛顿的同事王聪。来，我现在直接讲北方四岛。因为台湾的媒体被中国人掌控，所以我只能下载到中国的官方网站。
因为他要洗脑，让你们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我只能，所以他不会让你们知道我们真正领土所发生的问题。我从中国的网站所下载的，北方四岛、慈湖岛、色丹岛、国后岛、阿嘎吉的泽桌岛，这个是南千岛群岛，你不能叫做北方四岛。往上延伸上去，就是一个白令海峡。白令海峡可以进北极海，就是刚刚一开始那个北极海龙冰的，有没有？对吧？白令海入去，顶头就是北极海的出入口。龙冰以后所产生的战略利益，在对照台湾的关税领域，零关税，我们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以成为北极海龙冰以后，这里的所会衍生出的巨大商机，我们台湾有可能会取代马六甲海峡在这里，新加坡，我们的零关税有可能会成为北极海龙冰以后各国交易的经济的交易中心。北极海龙冰以后，从这里新加坡的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一直到荷兰的鹿特丹的时间，如果北极海龙冰以后，从这边再绕过来，至少省几天的时间，你知道吗？大概10天到2个礼拜的成本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台湾未来的战略地位绝对会超过新加坡。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台澎金马，哎，没有，以后会变成台湾澎湖关税领域，因为我们是皇民，我们不是中国人。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是金门跟马祖，哦，那是台湾澎湖。关税领域的话，北极海龙冰以后，我们的战略地位跟石油航运的成本凸显出来。我拄仔讲的好不好？北方四岛那个图有没有？北方四岛、新南群岛，刚刚不是美军欢迎日本军机去巡逻新南群岛？好，来，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 C 讲的就是北方四岛，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二 F 讲的就是新南群岛，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南沙群岛。好，这个大概一下看一下，白令海，加美国的阿拉斯加，加俄罗斯，未加 Lucky。可惜北方四岛往下就是台湾，哦，战略地位，你看看，哦，这个台湾没有，因为都被中国人掌控，我只能从中国的网站去下载。哦，您看一下，如果引起了衍生出的战略利益有多大？假使俄罗斯这边，假使阿拉斯加。加一点热爱，加个是北方四岛，个热爱是台湾。你这样延伸，那个有一个泛太平洋 TPP， 有听过不 ？TPP 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那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一般年轻人不用领22K 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啊，为啥是 Lucky？ 南千岛群岛，伫个迄顶头遐。往下延伸，你再看北极海龙冰以后，整个航道开通以后，衍生出来的战略利益，尤其台湾是零关税的，变成说很多国家会把东西放到台湾来做交易，因为零关税。比如说，你这个国家要保护你们的汽车产业，国外进口的，就是说，如果这台车是100万，他就要跟你磕100%的税，那是变成卖要卖200万。我们零关税就是你本身成本就是100万，在那边也就是100万，可是因为很多货物会聚集在那边，我们台湾的战略地位就会衍生出很多的附加价值，这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哦，这个就是，这些都是那个啦，美国最强的海豹部队，专门在极地气候作战的。哦，好，台山换下一个。这我的名，哦，我身体就身体滚的，我初级班第四期哈，非常
应该爱过我拢过了啦，哈、哦，你应该家己看卖。我叫李宙宇哈、哦，有意愿加我 FBA 哈、哦，直接把我的宙去掉，我的 FB 是叫这個，这两个李宇哈，那、哦、要给他加 FBA 直接拍个好啊。来，台湾的真正的法源依据《下关条约》，日本话叫《下关条约》，我较介意叫伊做《马关条约》，为啥你知无？因为会用把马英九关起来，所以叫《马关条约》啊、哦。啊、哦，秘书长，我讲给土地是皇帝对皇帝，所以土地所有权是不是在日本天皇手里？只是因为他跟美国战败了，他必须交出。有点类似用恁听有诶，就是监护权呐、啊。恁有恁常常有在听监狱啥物褫夺公权归你有无？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天皇就是被褫夺公权归你的意思。好、哦，但是咱甲日本天皇的关系无变呐，只是因为战败了，咱甲暂时咱的关系甲伊嘿，吼、哦，看。然后在1945年4月1号，用天皇诏书，在万国公法的架构下，好、哦、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在这之前，台湾是殖民地，可以像股票一样交割。股票你知不？股票可以交割。可是1945年4月1号，万国公法架构成为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以后，就无法像股票一样交割了。中国人要骗你们，他就讲日本窃占台湾、窃据台湾，没有，这是因为战争而产生的法律，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才不可以割，可以割表示那个这个时候台湾是殖民地，在1895年的时候，啊，你知不？好、哦，变成了有所谓国家跟老百姓的权利义务的关系，就不管怎么样，战输战败就不可以分割。1945年4月1号。那就是一个分水岭，哦，啊，中国人要跟你们骗，一个说日本窃占台湾，为什么？把你们洗脑成中国人，他方便控制你们，让日本人真正的日本人来反对日本人。因应该爱参拜的是忠烈祠，还是靖国神社？对啊，啊，唔知影的人咧，去拜台，你看中国人有要求无？对吧？是不是爱拜靖国神社？对吧？好、哦，花多少讲万国公法嘛，哈、哦。中国人现在想就地合法不可能了。Chinese Taipei 是吧？英文全名叫 Chinese Exile 流亡 Government 政府在台北，华语叫做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下骹有无？吐蕃，伊早叫西藏对无 ？Tibet， 德兰萨拉，意思个你个在家里去，就是吐蕃流亡政府伫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人会参加吐蕃的选举无？啊，咱11月2号咧创啥？那会参加中国人的选举？其实某种程度，恁即卖身份证，佮摕中华民国身份证，某种程度，我们。都算是延长中华民国的帮凶。某种程度，咱今麦搁咧提中华民国身份证，我们都是在延长中国人在台湾的寿命。好佳哉，顶个月有过啊，吼、哦，大概旅行证件应该用申请啊。啊，未办身份证的咧，亚秋，恁是中国人哦，紧办办的。就美国的逻辑来说，你真就是中国人，因为他不跟你讲感情的。你出国，你用 ROC 的 passport 出国，人是你露出来，你就是中国人，你无话通好讲。你感情上讲你是台湾人无效啦，人看你证件，你就是中国人。哦，你有美国护照哦？哦，那就跟那个了。哦，你是有在？哦，对了，那你算有台湾心的哈。啊、哦，这个再看一下哈、哦。台湾的国际地位大概要用下面这几项来处理。啊，我建议你们《新台湾论》跟《战争史回顾》真的要买来看，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跟你的亲朋好友解释，他马上就会跟你打枪。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中华民国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我讲一句话最直接：享受的权利对应的是效忠的义务。
如果你的亲朋好友是十八趴军公教，所谓民国八十四年以前的军公教的也都有十八趴优惠，他是因为效忠中华民国才有相关的政策优惠，对不对？你要他放弃有可能吗？他宁愿当中国人，对吧？很简单嘛，享受的权利对应的是效忠国籍的义务。好、哦，马关条约嘛，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因为1945年4月1号在万国公法的架构下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了，不是日本政府的哦，占领不得移转主权，逃过两岸中国人合并。但是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很残忍的两岸中国人真的在干的事情。第二条 AB， 日本政府放弃什么管辖权，他们都以为是放弃所有权，不对了，我们跟日本天皇的亲人关系是不能放弃所谓管辖权，他会把它当作放弃的我跟你之间的亲子关系，不对，你的小孩跟你之间的亲子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在某种程度上刚才也说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只是因为说你犯罪，你去关在监狱里面这段时间你没有权利管你孩子的事情，大家意思吗？二 B 其实是这个意思，你跟你孩子的关系不会因为这样就完全没去，你跟你孩子的关系敢会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二 B 就完全没有关系？不可能、哦、放弃的只是监护权而已，实际上你跟你孩子的关系还存在，中国人就是用这个给你骗、哦、来，这是以前真正日本那一江的时代地图，台湾的真正地图。为什么你看这啊，依照1895年之前割让的时候，右半边哇高沙族，左半边绿色的其实就是清朝的所谓殖民地，从北到宜兰、淡水、台中、彰化、嘉义、高雄、凤山，大概有六个屯垦区。那个时候屯垦区就是意味着殖民地，台湾可以交割，因为它没有完成主权的建构。右半边还是高沙族，对不对？你有看起出塞德哥巴来不？塞德哥巴来个意思，日本到有迄个时阵问一个厦门的美国领事讲，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一个讲，那边右半边是个部落，可以用征服的方式完成主权的建构。结果日本花了10年建构了主权，塞德哥巴来，好不？你塞德哥巴来加农。海角七号这三部电影你要去看，建构了主权的嘛，完成全岛的征服，对吧？然后皇民化1937年，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有讲过日本话、哦、有无？有嘛，对吧？大部分拢有讲过日本话，所以奇怪，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是日本人，你哪会变作摕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中国人？两只牛哪会生狗出来？哦，你安尼想就好啊，好佳哉！恁无去拜，恁即马知影了，无去拜忠烈祠，啊，无你的祖先真正会吐血。哎，伫咧地下去看到恁去拜拜着恁，恁家己想迄种心态，哦，借由教育文化，在万国公法的架构下建构了台湾的主权。1922年华盛顿裁军协定，美国已经有承认，已经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嘛。那个时候已经承认是日本天皇的了。1922年《新台湾论》里面有，你们一定要去翻。来，依照有听过行政长官公署无？甲警备总部有听过无？迄个是军政甲民政。警备总部因为军事政府底下分两个，军政跟民政，警备总部取消掉了，行政长官公署还在，可是现在台湾省政府、哦、只是 他想要骗台湾人说台湾是他的一省，所以他用一个台省，其实那个是民政府的意思啦，民政府的意思，那个民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信托的关系，
台湾然后没有国际人格，对不对？民政府就是有点类似没有主权架构下的一种自我管理的一种自治团体，民就是有一种信用托付的意思，咱是民事政府嘛，咱无，我们是一个没有主权的民事政府，民这个意思在你们的理解你就把它当成我刚刚讲过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信托统治，咱的顶头就是军政府，因为咱的主管是不是在日本天皇的手头，所以咱只能用自己管自己，主权在日本天皇手上，对不对？哦，咱现在没了，咱现在已经不是台湾关系法的翁台湾了，现在的 people on 台湾是谁你知道吗？ Chinese on 台湾，中国人在台湾。哎，不对，日本现在的日本宪法适用范围是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不包括整个大日本，整个大日本还有包含北方四岛、台湾、澎湖、南沙群岛，还有很多。它的现在的宪法管辖范围只有和平宪法只有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所以它没有办法主动向美国要求，因为它被宪法限制住它的管辖。对，所以他战败，他只好任由美国处分，这样你知道吧？他被限制他的管辖范围，也就是如果台湾有什么问题，他必须要在战败美国打赢的这个嘛，东亚战争，大东亚战争嘛。所以日本政府，因为怎么讲，日本天皇将国家大事交给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府这一句话，可是因为日本现在的和平宪法的范围。只有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没有台湾澎湖，所以要处理台湾问题，或者是台湾有什么问题，必须要由战胜者美国主动，被日本天皇所委托的日本政府被动的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才能处理台湾的问题。安尼知不？就是说，地位跟我们一样。来，你听我讲，有一句战争最高的至理名言：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占领者的意志就是一种命令，对，因为占领者的意志就是你要考虑到美国打赢太平洋战争在台湾澎湖所衍生出来的领土权利的利益，领土权利哦，不是领土主权哦，安尼知意思不？他都是为了他的战略考量，所以只要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现阶段呐、啊，我的看法。这是民政府现在要做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正数的人无什么权利啦，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咱刚才要求讲美国按照相关国际法安尼来，阁袂歹啊啦。美国不穷，很多中国 QE 所印的资金，因为现在美金已经要换成红色的了，很多有案底的美金，就是说见不得面的。美金要换成红色的，现在的颜色他将会承认，因为秘书长有讲过了，现在的资金要换成红色的啦，美金，所以现在美金啊，美金要换红色的，秘书长之前有演讲过，你可以去看影片，所以现在中国一直狂印 QE 有没有？狂印人民币，可是他们的权贵都拼命的把印出来的人民币都换成美金。现在的美元指数已经暴涨了，很多美金都要回归去了，他怕一宣布有案底的资金回不去的话，那些有案底的资金美金会不见，美国也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减肥，对吧？通货膨胀有没有这意思吧？应该这样讲的，美国其实把用经济的作为把他的经济压力让全世界各国去承担，就这样好不好？因为我要演讲，如果台湾是中华民国一部分，好，中国战区当时是陈仪在南京，参谋总长日本的小林前山向何应钦递交，这是中国战区，如果台湾是中国人的，为什么还有一个太平洋战区？太平洋战区可烂嘛，陈仪对吧？接受
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这表示什么？台湾跟中国人无关。如果台湾真的是他们中国人的，为什么会有两个战区？为什么会有两个受降典礼？一个受降典礼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对吧？如果真的是你的，一个受降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会有两个？表示中国人在骗人，而且骗了很久。两岸中国人哦，如果是他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两个受降单位？占领、移转主权。既然光复，为什么会有受降典礼？对不对？应该是还给你啊，哪有什么受降典礼？这个哈、哦，在两岸中国人掌控下的媒体不会让台湾人知道，你要上国外的网站才会知道。那个中华民国军舰，那个其实是海军军旗。你们现在中华民国身份证那个，其实是中华民国海军军旗，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是一群海贼发给我们的身份证，海贼啊，真的、啊，这是海军军旗哦，中国人的海军军旗。确实，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哈、哦，受降。从照片可以看出，四个盟军，开启中华民国海军军旗，代替美国军事占领，受降。1945年10月25号那一天，其实是军事占领日，不是光复节。中国人在骗你们，他要日本人，我们恨自己的母国日本，这样才能够控制你们，控制你们的言行。让你们忘了自己的祖先，让你们忘了自己是谁。当时中华民国还未留，为什么使用海军军旗？1946年1月12号，2月28号，秘书长夫人去控告，有没有？你们应该有加减有听到嘛？1946年1月12号，诉求要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要回复我们类似我们的国籍。啊，你来看。这是中国的哦，所谓民国30年1月25号，加1911，是不是1946年1月25号？我们1月12号被更改国籍，对不对？那为什么1月25号又会判决说，为台湾人于台湾光复节已取得日本国籍？安尼知意思不？中国人拢在骗咱台湾人，你看中国人有要求不？把我们洗脑了70年。中国人真的很可恶，我们被一群海贼，谁有看过海贼王的漫画？年轻朋友有没有？我们就是被一群海贼啊，天龙国的人控制啊。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知道什么叫海贼王了、啊、我们被一群海贼管理，一北就是天龙国嘛、哦、这个你们看一下，不是美国的属地啦，我刚刚讲过了，天皇对天皇交割，日本天皇的，哈、哦，台独也不可行，因为现在没有日本帝国议会了，而且没有领土分离条款，所以你台独没有法源依据，你台独真的没有法源依据，而且国际上没有义务承认。好了，你就算真的独立成功了，你的货币谁要承认？你的新台币？政权移转的时候，你要把中华民国弄走，你要用独立的方式，你的货币全世界有被给你承认吗？没有义务承认，知道吗？还领导的事情，你要独立，你好好干自己来啊，对不？所以要独立，唔通讲感情，哦。所以秘书长林志升控告的5个，64年来那个时候啦，即马是70年啦，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第三，本土台湾人甲住台湾生活伫政治联合。第四，美国行政单位主动协助韩国，就是咱即马咧过的，有无？即马咧过的。来，第五，台湾目前又搁是美国军事占领，乐山雷达站啊，花莲加山基地、台中清泉岗，美军拢入去了。因为我伫个新德市咧分传单的时候，我拢看到少侪阿毒啊，哈。伫个啥物百货公司有无？车头吼，迄剃平头，迄汗臭足好个，汗臭足好个，你知无？无讲介悬，但是迄种身材，你会感觉哦，即、這个汗臭足好个。迄个是美国大兵，其实你白了，但是他低调，其实已经你白了。这是美国法院控告的哈，上重要是 petition deny 搁置争议，为什么？
当时那个时候台湾还美国还没有就定位，为什么？跟他讲，我要打一个人，比如说我要打一个人，我现在打这里，打不到人，为什么？我要控告一个人，我控告不到，为什么？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所谓就定位让我打，或者是让我控告的意思，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那个时候是搁置争议，现在美国已经就定位了嘛，对不对？就定位了以后，你看2013年的广大新渔船有没有那个红什么红家有没有，不是去用砰砰叫菲律宾的啊，现在那个记得舰，你看这个顶头这个美国国旗，对吧？美国就定位啊，所以我们这个控告的流程可以继续下去啊、哦。以前是美国还没有 GPS 就定位，现在那个搁了给美国就定位啊，美国国旗插上去的记得舰就定位了啊、哦。美国已将台湾 GPS 定位了、哦、我们找对对象了。再来，我刚才说的旧金山和平条约2C和 2F， 您大概看一下 2F 就是所谓您说的南沙群岛还是西沙群岛，这个 2F 你们看我红色的地方就好了，红色的跟我们的日本所放弃的台湾跟澎湖的英文是不是差不多？然后是不是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南沙跟西沙，有没有？前面的语法是不是都一样？对吧？表示一下啊，你现在看美国，我刚才不是给您看那个影片，美国不是说欢迎日本来南沙群岛飞机巡逻，有没有？跟北方四岛意思差不多、哦、由于和平宪法，你看一下我都要讲了，记得 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就是监护权的意思。监护权啊，美国现在是我们国际上的法律监护人，安尼啥意思不？因为我们被迫分离，现在的法定监护人是美国。由于和平宪法，另外加由于和平宪法，日本放弃台湾领土的处分权，因此没有主动的立场。表达台湾归属的问题，因为什么？美国战胜，所以变成要处理台湾问题，美国要主动，日本政府被动。为什么？我都有讲的，日本天皇将国家大事交予由人民所选出来监护，对不？所以是被动的。好、哦，安尼怎意思哈？日本只能被动，日本政府对台湾问题没有。进行独自进行认定的立场，为什么？因为日本天皇证书嘛，啊、哦，来，这我是战争史回顾，还是迄台湾论的？这个词典，韦伯斯特这个词典，哈、哦、，renounces 和 abandon 两者都有放弃的意思，其中 abandon 哈、哦、是放弃以后不再取回，啊，但旧金山和平条约 renounces 则会有。放弃后再取回，意思可以下 renounces， 你进行放弃耶，你若用 renounces， 你可以把这个放弃的再回收回来。为什么？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杜勒斯不敢要日本政府真的放弃。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放弃，他只能用 renounces， 有不？你看这个英文原意。对吧？如未经合法程序转移让他的，也有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安排取回原先已放弃之物。Renounces 本身并无永远放弃。现在美国在做的，针对北方四岛跟南沙群岛，哈、哦，应该给他们怎样了哈？当然了，美国也是为了他的战略利益啦。我刚刚讲的北极海那个融冰以后，船如果融冰以后，船从阿拉斯加下来的话，到东南亚那个航道衍生出来的，还有战略利益那个很严重。好，现在我要讲金融，跟金融有关的。1月30号，彭淮南不是说人民币可以在台北的超商兑换，你有看过这个新闻吗？有吗？来，那个蒋介石这边像毛泽东，
中国人不是军队有讲一句话，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好，啊，西北伊那边集团，伊不是叫三间西北伊那边集团的人，都要合作两岸中国人看高啊，统一嘛，两岸中国人统一，所以叫统一集团做看高啊嘛，对吧？啊，你看啊，两岸中国人金融无缝接轨，因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象征，对不？对吧？对哈，那叫我多少讲诶？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新台币、人民币是不是等于中国的货币？对不对？对吧？等于一个中国原则嘛。所以中华民国身份证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等于中国人，对不对？没有办身份证就中国人，对啊。对于美国人，西方世界的逻辑就是这样子：你是中国人 ，ROC 刷下去 ，passport 刷下去，你就是中国人，哦。我唔是咧甲因讲生笑，这种物件我袂甲因讲生笑。记得想起来无？柯天宅前新竹市长对不？多少去跟我宣传？一月二五，我翕的，我摄影有放在 FB。伊也咧关心伊的未来，因为 X 法一签落去，国民党变作爱转去呢。虽然依照人权他，他有自愿意愿，可是你家己想，连国民党一个前市长参选人或是前市长，他都关心他的未来了。啊，恁一挂台湾人呢，还没有办身份证的呢。来，两岸中国人，两岸中国人已经在马来西亚那个什么纳明岛哈签做合作备忘录。那个纳明岛其实就是一个境外中心，境外中心无涉所谓国家的主权。两岸中国人要在那里串起他们一个中国原则的桥梁，也没登起啊啦。那个是他们一个资金的一种借由所谓两岸中国人的境外的名义，即便说出去。美国跟日本已经做好准备了，详情我不方便在这边讲太多。我刚才跟你讲，美国跟日本最后啊，现在就是等恁台湾人身份证，甲心理准备好未？哦，美日安保条约做好了。来，这个是马来西亚纳明岛的新闻，你看下卡。纳明岛，中国的工商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是热衷于在这里设立分支机构。台北101本来要卖出去，伊要利用这，为啥？伊迄间台北101有无 ？IOI 集团有无？伊伫纳明岛有设立公司。哦，我话讲到这，两岸中国人。干呐，一些小聪明呐、啊，没什么好说。以前宋楚瑜不是叫啥台湾省政府对不？我有讲过，省政府就是民政府，是不是讲信托、信用托付？以前你有听过省属七行库不？省属七行库，华银、华南银行、华银一银、彰化银行，这是三商银。来，三商还有台湾汽银，哈、哦，合作金库。台湾金控，还有一家省属七行库哈，你去嘛看，三商银对不？啊，合作金库，台湾中小企银，总共是七间，这拢日本时代成立的，这拢日本时代成立的，但是三四五六七拢已经上市了，对不？一加二，一个是台湾金控给台湾银行，一个是土地银行，这附有政策任务还没上市，因为哈，对，因为阿个合作金库，你看1923年以哈，阿个今麦已经上市啊，合作金库组织条例废除啊，因为这些都是大日本帝国时代的金融业，在1945年4月1日之前成立的，期间可能名字有改，现在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没有上市的原因是为什么？负有所谓政策任务，土地有没有？助学贷款之类有没有？负责一些国家甚至还没上市。等到这两家也上市了以后，台湾民政府的大日本帝国的架构就会改变，因为根据台湾论跟战争史回顾，美国要改变的是我们的政治体制，不是我们的国家体制。啊，这些是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架构？只剩下这两个还没改变，对不对？一改变以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也会跟着正常了。
现在这五家已经上市了，就完成只剩下这两家，因为这两家负有一些政策任务，没有那么快。来，你看，我拄仔看，我拄仔讲的合作金库，你家看，要翕相的紧翕，恁邓启言讲讲啊，用 Google 去掠这拍这资料，法案全部都废除了。啊，个第八条，国父纪念馆组织条例废除啊哦。财政部国有财产局哈，这种废除啊哦，啊，搁有台北市的迄啥，迄什么课纲有无？十二年国教的有无？你看这些都有连带关系。好哦，我搁给恁五秒钟休，我要换了，一，好啊，哈，废除了，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条例也废除了，现在的警察没有执勤的法源依据。你自己用手机去拍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条例废除啊，已经没有执勤的法源依据啊。合作金库啊，独爱啊，你看这独爱有无？我列出来，我列有无？财政部有无废止啊？啊，恁的恁的寄伫银行的要安怎？没有法律依据给恁保障，恁要安怎？恁要安怎？办身份证不是较直接？彭淮南，这我为 Google 抓落来，伊什么人？什么人？日治台湾新竹州，伊毋是中国人，绝对毋是中国人，对不？伊新竹人哦，伊老家在南寮，即马住喺台北。彭淮南，伊本来两年前十年任期就满啊，有人要叫伊继续做哈、哦，劳工退休基金废止。中国人可不用废止啊，变作讲劳工的退休基金没有运作的法源依据，钱可不会去予中国人乌龙洗掉洗出去，对不？废止啊，吼！哎，监理会重缺2.6兆劳动基金风险谁负？你没有运作的法源依据啊，你就不用怕，对不对？中国人可不会都把恁的钱款出去，但是你爱紧办身份证，好不好？好。对吧？秘书长不是讲无缝接轨，因中国人嘛在讲啊，无缝接轨啊，因嘛要离开，因即马吼，因中国人个什么人民币业务在无？听讲几落千亿啊，几落千亿啊，准备好啊。但两岸中国人谈好，因的钱个会转去啊，啊钱若转去，人个会跟着转去。中华民国的主权将要多少讲嘛？是新台币，对吧？啊！若新中华民国若破产了后，啊，甲会去，其实会去福建平潭呐。福建平潭就是因个难民营呐，难民营。黄金银、黄金库存甲货币的发行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你有多少黄金，你就发行多少相对应的货币量。哎，无去啊，敢那不是这啊？我迄张图无去啊，不要紧。韩战，恁家己看哦。您先看韩战，1953年7月27号，七月底停战哦，停战不是哦，停战只是说南京嘛，我发射飞弹互相打来打去，不代表战争结束哦，你知道哈、哦？意思哦，我跟你讲，停战协定不代表战争状态结束哦，现在南北韩还是在战争状态，只是说现在不发射炮弹而已，哈、哦。现在南北韩还是战争状态哦，哈！你爱你即马先看1953年7月份停战协定，伊会记得一天，1953年啊、哦，中国人的823炮弹，1958年都是在1950年代发生的事情，啊、哦，过来越南战争嘛是1950年代，这三个战争，啊，甲宋美龄的功劳，咱台湾受苦。70多年1959年哈，这个中华开发公投资信托有无？你看这个顶头，5月14号，信托，为啥伊买信托？美国委托信托管理台湾，会晓不？信托哈、哦。啊，然后因为什么？国际化改制了以后，变成中华开发金融控股。信托的意思就是囡仔阿未长大人，
所以需要信用托付，哈、哦，信用托付嘛。独啊，我讲诶，韩战、越战、八二三炮战，从1950年代营造的结果，我也推论，美国利用蒋介石跟台湾关系吧，哈，一，台湾成为美国西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第二，串起美国西太平洋珍珠链，有无？日本、台湾跟东南亚，第三，扩大泛太平洋协定。降低中国的区域伙伴协定的影响力。这段时间，韩战、越战、跟八二三炮战这段时间所营造出来的局势，让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利益，用中华开发的资金让蒋介石看守西太平洋，这就是美国跟中华开发或者是中国人的一种信托关系。下卡，我甲你防守，你甲我买武器，用咱的税金。这卖讲，这甲对恁来讲较深。这卖讲，这个中华开发，去给李告，2014核准开发甲借合并缴回商业银行执照，缴回工业银行的执照，合并这一家万泰银行，变成。因为什么？变成美国委托他的任务结束了，金融业的有无？我都要讲诶，中华开发信托有无？信托，美国信托委托他管理台湾的任务结束了，工业银行的执照缴回去，也任务结束啊，完成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信托统治的任务，美国委托中国人的任务，哦。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废止啊，破产了嘛？为什么？现在不是跟我新闻说中华民国要破产了，对不对？这个财政部国库署组织条例废止啊，对不对？你国库废止的，就是破产而已嘛，新台币就破了，破产了。你有听过肥卡条款吗？有吗？肥卡条款其实我讲全部恁较捌的，就是要把所谓双重国籍哈，譬如讲你有拿中华民国护照，你也有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你也有拿美国护照，因为美国容忍双重国籍嘛。你用这种，你用类似拿两种以上的护照，哈，在这三个国家或者是地区游走，人若要给你扣税金的时阵，譬如讲美国要给你扣税金，你有国籍哈。结果你把资金刷去台湾，然后跟美国说，欸，我拿中华民国护照，美国扣你没到税金，对吧？好，现在中华民国还是台湾要扣你税金，资金刷去美国，然后跟台湾还是中华民国说，欸，我现在是美国人，哦，因为是这样算，免扣税金。现在用肥卡条款就是要做什么？要把这些人，要把他逼出来，不管这些人是住在台湾的中国，还是住在台湾的台湾人，要把他们逼出来，逼他们只能选择一个国籍。这样一逼出来之后，就没什么我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了，对吧？因为现在的保险，我们的台北州只有一个群秀，他在做保险的，他说现在保险中也有一个什么，你有没有双重国籍的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美国人？如果查到的话，如果是企业，你在美国的营业所得的30%，你哪去用脏掉？营业30%赔款，美国要用肥卡条款把这些人给逼出来。重点就是这样啦。台湾金融业取得肥卡条款的免扣嘛？我想来看讲台湾有多少企业取得免扣嘛？因为两岸中国人如果合并了以后，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哈、哦，以下公务人员，是不是就股两岸中国人，你把它当成股票合并一样，消灭的是谁？消灭的是谁？对吗？中华民国啊，所以中华民国消失了以后，中华民国原本管辖下的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新台币
还有公务人员的薪水，谁要发？在 ECFA 的架构下，谁要发？管辖权谁？习近平，对吧？一个中国原则嘛，因为你们自愿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嘛，美国管不到嘛，美国管得到的是这个啊，你们办的那个啊，对不对？按照意思哈，我知道你无关心香港来跟你管啊，但是你已经关心你的 money 嘛，对不？对吧？哦，大概这个意思啦。恁个关心钱嘛，关心身体健康嘛，一般的老百姓大概就是安尼嘛。美国嘛，已经跟中国签飞卡条款了哦。来，台湾是美国占领地，美国、中国又跟美国签飞卡条款了。然后美国本身也要执行飞卡条，也就是美国、中国、台湾都在执行飞卡条款了。结果玩所谓财务操作的这些人，不管是住在台湾的中国人，还是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想要，节省税金的，这寡人走不落了，会一一现行，再来就没有说什么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种话了，因为一逼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国籍嘛，对不对？这个里面的文章比较复杂，我就不要讲了。下属为美国国税局 IRS 啊、哦，下载我下载，因应肥卡条款，台湾向美国登记的中介机构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向美国取得这个码以后，基本上就是什么样？两岸中国人签 ECFA 以后，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我刚刚有讲财产处分权，有没有听过？有无？我都有讲，财产处分权借由取得 GIIN 码免扣码。基本上管辖权已经移到美国来管了、哦、要不然在 ECFA 架构下你的钱变成中国人管了、哦、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的关系移到美国去了管辖权、啊、不是要给你吃财产、啊、因为美国如果要用钱用他的就好了嘛，对吧？美国用他的就好了嘛，他只有三不五时用军人同威胁一下就好了按照意思吼，伊用印的就好啊啦，伊无咧黑啦。好、哦，这个是我下载，我大概甲伊讲印色较黑，我大概甲你讲，一般上市金融机构拢有，我讲予恁听，永丰金、Mega 是兆丰嘛，对不？台中银行、台信有无？台信吼。哦这种有上市的一些大银行啦，我大概讲一下：星光、中华开发、远东、国泰、第一金控，我讲就好啊。富邦、阿加中国信托、玉山、日盛、台湾银行，几乎你想得到的银行，拢有像美国迄个，我都要讲的 GIIN 嘛，免扣嘛。管辖权已经移到美国了，所以你唔免惊，吼、哦。这个想知无？对，你看迄红色的字，中国人，因囝签国威是即马摩根大通台湾区的总裁，这个因囝，我会讲这个意思是啥？因中国人早就准备好撤退啊。这是摩根大通的总裁 Jamie Dimon、哦、英文。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十几年前不是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对吧？以为协助因战后重建的时候，摩根大通那个时候不是他啦，摩根大通取得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一个嘿、啊、那个时候摩根大通的银行的顾问是差点要将台湾卖掉的纪星级有听过吗？可是差点要将台湾，他就是那个时候摩根大通的顾问、哦啊、这个现在这个总裁去年六月来台湾建议马英九说金融整并，说摩根大通可以提供什么整并的那个，其实就是什么下令啊，我这样对照伊拉克，我就知道说这个摩根大通他就是富有一种
台湾要由信托转到非信托金融业。一来宣布了，去年下半年是不是国泰什么有的无的，很多金融业并购什么日本什么东方之星银行，什么缅甸什么银行，有没有陆续就可以并购了？有不？就是银行有不？缅甸、东南亚有不？开股了百亿，国泰有不？哈，解放了，由信托到非信托。以前国泰是不是叫国泰信托？为啥今摆叫国泰金控？囡仔当大人啊！富邦有无信托？以前有无？今摆为啥变得金控？囡仔当大人啊！成年到未成年可以信托，到非信托可以囡仔当大人。你安尼来想，民政府甲政府，你安尼个套进去啊？哦，蔡佩兰、马英九惊死，伊任职摩根大通。香港的地产部经理，你看人家两岸三地，他们中国人都已经准备好资金流窜的管道，人员什么的都就定位啊。啊，恁台湾人行文件去外办，你知道什么意思？人家已经弄好资金流窜的管道啊，人家都准备好了。啊，台湾人要你们办个身份证，有那么困难吗？他根本就不把你们当成中国人，伊把恁当作皇民后裔，知不？莫乃黑心油，为啥歪个鼎新集团？他根本不把你们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当成中国人，是你们以为你们自己是中国人。左边第二个前副钱国维，右边第一个秘书长刘大年，可、就是迄个时阵金溥聪还袂落台的时阵的第二号人物，即卖秘书长、国安会秘书长不是迄个想。前陆军的什么一个上将，你看，只不过是来讲金融整并啦，你看有需要用到国安会秘书长、跟金管会曾明忠，底下所谓总统府，有必要这样子吗？中国有一个黑推背图，你有听过无？什么若逢木子冰霜换，生我者猴死我雕，你有听过无？你们去找中国推背图，雕，鹰，老鹰嘛，鸠。表示什么？中华民国创建于孙中山，搞山啊，会毁于马英九，鹰鸠，鹰也有所谓美国的老鹰，或者是蔡英文的鹰，啊，若逢木子冰霜换，哪去读到冰霜换是不是水变去啊？冰霜换是水扁掉了，啊谁？啊，木子是谁？就遇到李登辉跟陈水扁，那么中华民国就会，好、哦，生我者猴，死我雕，也就是创建用比较酷手的啦，创建中华民国的孙中山会毁于鹰鸠的身上。如果有出现木子冰霜换的话，这两位人物的话，那么中华民国这个问题就会实现。这是一个倒装句啦，哈，哪去读到陈水扁甲李登辉啦？就是安尼啦，安尼知无？中华民国可以创建于这个，会毁在这个人手里啦，安尼知无？哦，中国的推背图啦，这个是有一点那个啦，我只是让大家那个一下啦。这就是中国人的政商结构，你家己看，我都要讲的摩根大通集团，有无？哈、哦，赚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政商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但是不把老百姓的，哈、哦，老百姓的那种所谓安居乐业放在心上，这种人也不算什么咖了。啊、哦，你家己看，这东西猜测的，大概看下，这我卖讲，你家己上网 Google 打字几个关键字，黑龙湖，啊、哦，来。中华民国这所谓总统府，你来看，废止行政院人事组织条例，公务人员。你若无相信一般网站的这总统府公告，你应该相信吧？他自废武功啊，对不对？对不对？自废武功了。你来看，这我抓落来，阮怕中华民国行政院有无？哈、哦，阮怕中华民国行政院哦，你要注意哦。
你看一看进去以后为什么没有中华民国，对不对？我怕中华民国财政部，为什么里面没有中华民国这几个字？他们在骗人，他们要离开了。来，两岸中国人营造的军事骗局，好，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符合前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韩战的写真，有关于台湾地位的说法来做政治操作。美国也乐得以台湾关系法来提供武器，然后好 money， 为什么？你改一看，行政院通过行政院卫生署组织法，顶新黑心油有没有？刚有讲过，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告？你废除了，你有法院依据可以控顶新集团吗？有哦，没办法吗？对啊，所以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没有人保护你们，也因为中华民国要离开了嘛，我管你们台湾人去死，管你们这些皇民后裔干嘛？你们本来就是皇民后裔了，我只是方便要管理你们，才给你们在1946年1月12号给你们中国人的身份证，方便管理你们。现在我们告他了，郝柏村才会讲那句话啊，你拢是皇民后裔啊，对不？对吧？不把你们生命当成生命啊，读条例啊，你们得什么的，干我屁事啊？那是你们皇民后裔的事啊。我中国人不管你们皇民后裔的事，我要离开了，对吧？所以废除了嘛，管你们。在能安理解我们现在毒奶粉，对吧？制造恐慌被永久占领，因为迄个时阵杜鲁门有讲过一句话：台湾问题要等太平洋地区稳定了以后再来解决。两岸中国人抓到杜鲁门这个语病，一直营造不稳定的太平洋，对不对？然后美国就只好授权所谓中华民国继续占领台湾，美国也乐得以台湾关系法提供防御性武器赚 money， 各取所需。哦，三聚氰胺，好，废弃油，顶新的嘛。好，卫生署查获毒淀粉、毒奶粉、豆花。好，这古尼玛全桶有无？好恶哈！来，酷搜一下，伤严重啊！恁家己看一下，恁家己看一下哈。这真真正正，我有查过哦。伊家己有讲哦，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哦。伊个蒋总统是第二次哦，我有看哦，真正伊家己安尼讲哦。恁台湾人阁无相信，恁阁咧为中华民国介害哦。啊，过来，后一个，一个恁个笑一个啦哈。说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光复大陆国土，消灭万恶共匪，今嘛奈叫阿强啊，有钱啊，你拢为伊遐走，对吧？但是皇民后裔啊，伊今嘛在气叫啥？我在甲哭诉啦，讲恁郝柏村哦，恁奈歪反共啊，哈，对吧？好、哦，帮他顶上来，意思就是讲，恁无 LP 啦。另外三地中国人开始一中架构司法管辖权同步，我为什么要讲？你们看红字啊、哦，柯震东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有无？你知无？知哈、哦？中国人，我有讲过，两岸中国人的国籍法是属人主义。你的阿公阿妈那是伫中国，你的爸爸妈妈在一中原则国籍法的属人主义之下，你的后代无论如何个拢是中国人。在发生柯震东那个吸毒事件有没有？我个随去查资料，真正我查到，你家来看，祖籍江浙江有无？国籍法，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是中国人，你的后代也是中国人，所以他是中国人，对不对？对吧？但是最近发生代志无偌久了，只能各位我去查柯震东的资料，无去啊，一边都是台北出生。他们也想就地合法，意思不？因为想要骗进台湾人。这是我第一时间去抓到柯震东的资料，伊是中国人。国安事件其实是凸显两岸中国人的国籍是属人主义，可是中国人，按啥意思不？哎，像张显耀对不？山东人对不？啊、哦，我讲。哎，我去年七八个战中行动，黎智英有无？
同一个时间发生呢？伊嘛甲俩一关，有无？伊嘛中国人，两岸三地诶中国人，是毋是司法管辖权同步啊？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你若摆好一个中国原则下管理你们这些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就赶快申请嘛。因为你拿身份证表示你愿意被他司法管辖，对不对？你愿意当中国人嘛？所以你要服膺中国人的法律对你的管辖，对吧？这个逻辑可以接受吗？你愿意拿中国身份证嘛？所以中国人管你刚刚好嘛，对不对？在那个时候发生这三件事了以后，海峡女双有没有彭帅跟谢淑薇没多久拆伙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讲的香港五十年不变，因为战中的原则破功了，马上就拆伙。谢淑薇跟彭帅马上就拆伙，没有利用价值的啦，他没有办法统战的啦，拆伙的啦，就这样子啦，就很犀利哈。好，这个比较深，我就不讲了。从军政府到民政府，这个我就不讲了。好，我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韩战？1953年7月27号停战，对不对？你赶快去跟文行红字，工业银行1953年8月成立，有看到无？对吧？你去上台湾工业银行的网站，它的官方网站是1999年成立，很奇怪，很奇怪。我早讲给宋美龄的功劳，让我们台湾受苦了70年。也就是那个时候韩战停战协定以后，他应该要协助台湾战后重建。这个地方有没有？八月，也就是八月应该成立，应该是那个时候蒋宋美龄去把中国美国人拿起来，咱台湾人就做成陪嫁的祭品，我们台湾人就从1945年受苦到现在。也就是这家银行应该在1953年8月就协助台湾做经济的战后重建。二次大战欧洲有一个马歇尔计划，有没有听过？类似，因为蒋宋美龄的关系，刚好台湾工业银行成立的时间1999年，这两个明显误差，就让我间接的怀疑，这个其实就是要协助战后重建的，结果被蒋宋美龄破坏了。我们台湾人就受苦了，又就继续受苦这几十年，连自己的老爸老母都不知道。哇，这我不说，这对你比较亲。但是这个台湾工业银行现在他是副董事长，他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二次大战的盟军统帅，重点你想记这样，因为亚洲地区还有很多二次大战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战好不好？鲍威尔一战是不是做啥？国务卿，他说台湾 not sovereign， 台湾没有主权，对不对？对啊，因为主权在日本天皇手里啊，只是因为战败了，管辖权现在由美国委托所谓台湾治理当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嘛，对不对？台湾没有主权，对啊，战败了啊，主权在日本天皇手里啊，对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不享有国家主权。对啊，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哦，人讲的对，但是他没有把前因后果讲出来，台湾人听了也不会爽嘛，对不？伊歪讲嘛，他只讲说你没有，但是他没有说什么原因嘛。有无？我多少讲，我记得当时听有无？伊2013年艾森豪奖金得主，伊在演讲的时候，伊多少坐一边啊？二次大战其实亚洲地区哈。其实很多国家还有很多所谓主权上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说盟军二次大战的盟军解散了，但是艾森豪奖金学会还在，艾森豪奖金学会盟军统帅的名字哈。这新闻讲，所以我喜欢脱离 ECFA 一中架构，免于中国人管辖的身份证。为什么中国人要管你？你拿中国身份证呢、啊？你拿中华民国身份证，在 ECFA 的架构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是不是等于中华民国民身份证？啊，对啊，所以你们拿中华民国身份证，你被习近平管辖刚刚好啊。美国也不能抗议哦，为什么？因为你自愿还拿这个身份证，你如果还没有申请这个身份证的话，
你自愿吗？联合国有自愿意愿合法性吗？如果你还没有申请，表示你自愿意愿合法的还想要成为中国人吗？所以你还不想申请这个证件吗？你自愿，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什么的话，美国说对不起，你是中国人啊，你拿中国身份证啊，跟我有权利义务关系的是这个，是这种身份证啊，你知道我的意思不？然后这我的背面呢、啊，228，白色恐怖。我拄仔要演讲进前一开始有甲恁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啦，我的爸爸伫228白色恐怖迄段时间，基隆外海那个时候他有抓一些人准备被枪杀，你有听过无？基隆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知影讲，迄个时阵有掠一挂来台湾人，敢若准备要去，要伫鸡人港要安怎拄安怎的时阵。阮老爸有去看，为新竹撞去鸡人哦。伊甲人安怎，你知无？因为他战败了，他就是刚好来台，一个是想要找到你借口哈。不管怎么样啦，他就想要刚好又有点冲突，有没有？搁可以找到理由甲借口，要来对付台湾人。当然，可能有死一些中国人有啦，可能有啦。但是我无清楚。阮老爸亲身看到中国人安怎做，你知无？甲他认为。是不是看不爽？我们说，分析个抓一挂台湾人啦，你可是抓黄明辉抓来后，铁丝你知无？新生的铁丝你知无？铁丝把人这样用铁丝穿过去，我了，阮老爸亲眼就看，穿过去以后十几二十个人串起来，跟他串成肉粽同款，背后然后踢一个人从基隆港踢下去，是不是整串的人掉下去？然后枪就开始转，然后还有看到跪着，然后枪就直接砰砰。我老爸亲身看到，伊无必要甲他骗，伊讲中国人就是安尼咧抬台湾人。哦，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去仇恨这些中国人呐、啊。我们按照法理，请中华民国跟自愿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中国人离开就好了。哦，我们没有必要再那个嘛，因为以前我们受的。好、哦，这只是图片而已哦。影片其实我还有一堆啦。中国人怎么杀台湾，就像杀猪杀狗一样哦。影片真的一堆，中国人就是这样子啊。你们还自愿，还有些人还自愿拿中国身份证的，你们都忘了吗？228白色恐怖吗？搁去用40000块换一块，秘书长我讲，我们是要干换回来，有无？要跟因中国人换回来。这个是亲自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有一个同，我有一个朋友，就会朋友住伫中部，介开讲，因为可能是375减租哈，平均地权有没有听过？工地方你拿到好处的人，拿那个时候日产的有没有？因为375减租平均地权，工地方你拿到好处的。啊，因为就是靠这些拿了好处，他死国民党做更加烂，一死可要支持国民党嘛？因为国民党有好处嘛。有一天我甲因讲，民政府足侪年啊，爱雄雄吼，替我看一张相片，因老爸穿日本军服的相片，参加南洋的战争。然后，我甲讲足久啊，然后伊甲我讲，伊是中国人啊。我讲，恁老爸穿日本军服，安尼哪会是中国人？知道意思不？从1945年被中国人洗脑到现在，黄明后裔都忘了自己是什么人，他的也就是他潜意识里面，钱才是他的亲生父母，钱才是他的靖国神社。我安尼讲有较多，但是不可否认，中国人的控制教育让黄明后裔忘了自己的祖先，这个教育。金氏世界纪录排名真的是 No.1， 对不？伊会当好真真正正台湾人袂记家己迄呢？你看有厉害无？对不？你看中国人甲恁洗脑有厉害无？台语你搁叫人爸爸妈妈嘞？来，好、哦，两岸政府不能就地合法，两岸中国人宪法的关系，关于国籍是属人主也。我都要讲个柯震东有无？因的后代。只要是甲无国籍的台湾人生，伊的后代嘛是中国人，安、啊、知无？
永远是中国人，未改变。因为台湾民政府是个过渡性的机构，没有资格替有国籍的中国人变更成无国籍的本土台湾人，还是皇民后裔，对不？因为主管底下日本天皇的手头，对不？我们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我们只能够认证你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无国籍的台湾人。我们没有那个权限可以将有中国籍的中国人变更成无国籍的台湾人，对不对？我跟他讲，有一个大人，伊甲我讲，咱是囡仔啦。哎，有一个大人讲，伊要追囡仔，你是咪会讲伊是笑的，对不？大人要追囡仔，唔足怪。意思可是安尼，我们是一个过渡性的机构，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权利把有国籍的各种人变成无国籍的台湾人，我们没有资格。好、哦，这彭淮南嘛，哈、哦，这麦讲啊，这个王小波，中国人，伊讲两三年前，伊课纲讲二八杀几万人小 case， 伊讲一句话。你看伊什么人？中国江西、山西、江西省，中国人嘛，中国人讲杀人小 case， 为什么？因为死的是皇民后裔啊，他不在乎啊，他根本就认为你们是皇民，拿那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他根本上就认定你们是皇民，你知道我的意思不？所以讲恁死，恁吃黑心药得癌症，拄啊好尔，死的是恁台湾人。跟我住在台湾的中国人无关系，懂意思不？懂意思不？因只是嘴无安尼讲尔啦，对不？因只是嘴无安尼讲，但是因的行为做法都是你们就是这种人，你懂我意思不？无好伯孙伫爸爸风灾还是虾米时阵，伊毋是讲一句，甲高沙族讲，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有讲过一句话无？我把你们当人看，表示一下，伊知影咱是皇民后裔。是中国人，伊唔只系安尼分，安尼知无？来，有一个作家小野知无？小野有听过无？伫去年三一八宣言的时阵，又讲过一句话，我念互恁听。伫遮，小野强调，台湾走到这个地步，去年三一八哦，不是阶级、蓝绿、省级斗争，而是臣民甲公民的竞争。咱是毋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对不？法律上。为什么讲这句话？我现在让你看后集啊，让你看小野的新闻。Google， 什么人你知无？祖籍安徽，两人配合各个战略地点，从文化、从经济各个层面战略地位来引导你们的思想，让你们的思想都以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中国人对不？安徽人对不？中国人嘛。引导你们这些皇民后裔傻傻的用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你们跟中国人的关系，这些中国人很奸诈，知道意思不？他想就地合法也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无国籍嘛，无国籍的台皇民后裔成立的平民政府没有主权可以将中国籍的中国人变更成无国籍的台湾人嘛，对吧？他想合法也没有用。在想前陆委会主委对吧？在想叫啥赖信源，伊即马已经规划做英国籍啊，但是实际上伊啥物人你知无？福建人啦，中国人嘛，中国人嘛对不？安尼知意思无？以各个层面占据一些要点来控制你的言行举止，让你的思维模式用，让你们皇民后裔用。思考的模式，用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你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在台湾的中国人就是要这样干，让人忘记你们自己是什么人。有看过十多年前有一部《骇客任务》有无？有没有看过基努里维班的《Matrix》？The Matrix has you， 那个是去有中华台北控制住，对不对？我们现在你们是觉醒的。还没有觉醒之前，我们是不是活在中华台北的范围内，永远没有，永远无法解脱？骇客任务，你拿我一样去做。骇客任务一到三集，对照新台湾论，你再看，
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骗局。我感觉自己明明我是台湾人，为什么我要当中国人？活在半梦半醒之间。好，如果你对于台湾真的有认同，你就会产生奇怪，为什么宋楚瑜或者谁说我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对不？难道你会说你是男人又是女人吗？对不对？如果这句话不成立的话，那为什么你会讲你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对不对？如果这句话成立，那就是说你是男人也是女人，对不对？自己活在半梦半醒，七十年啊，那叫中国人给咱洗脑七十年啊，爱搞钱。来，这本《新台湾论》就是你们的解药。吃完红色的解药，你会了解台湾的真正国际地位。但是，吃完红色的解药是你觉醒的开始。是你吃完红色解药，你会觉醒，但是痛苦了，因为七十年你被控制的就是以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觉醒了以后才是痛苦的开始。吃绿色的解药就是继续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用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不知道自己是谁。很恐怖哦！吃完解药，你现在来上课，其实是痛苦的开始哦，因为你们七十年的记忆都被灌输的是错误的国家或民族的认同。拿中华民国身份证的，你都是中华民国 copy 下来的，同样一种人，同样一种思考模式，同样一种作为，皇民后裔机械化的做中国人的思考模式。思考逻辑，你看我无，甲恁洗脑做中国人，你们用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你会忘记自己是谁。啊、哦，在林语一的法理世界里，咱畅行无阻。中国人今麦无对咱安怎嘛，对不？咱开迄红色车牌哇，中国人没有拿我们怎么样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也知道离开了嘛，并且刀枪不入嘛，哦。我爱讲较紧嘞，啊、哦！以法理看透流亡政府所创造的真相，爱怎样家己是相啊？后壁一支，这个些演员进入里有一点害个任务，恁的头壳，恁觉醒，啊未觉醒个是啥？头壳去用插一支端子，内底落来，我甲你灌啥？你知？灌中华台北资料，互恁认为恁是中国人，爱、啊、精神啊！伊甲这支拔掉啊，个唱互恁，恁个是拔掉啊，再来上课，敢毋是？对不？你们就是拔掉了中华民国对你们的控制，你们才来上课的嘛，你们觉醒了嘛，对不对？在古尼埃克法希拉里讲的抉择，如依赖中国，台湾越脆弱。哦，我也讲啊紧的。上重点是这句话，不单要讲给台湾人听，也要讲给全世界中国人听。这是商业周刊的专访，其实讲是安尼讲，其实是警告啦。经过两岸的中国人了。商业周刊的创办人金维纯跟何飞鹏，你看红字，看红字就好了。一个是高雄眷村，这样是不是中国人？对吧？国籍嘛。何飞鹏，何家诚是南京大有名的大富翁，中国人，对吧？国籍属人主义，所以中国人，中国人所掌控的商业媒周刊写出来的文章，你们会用中国人的模式来思考你们跟中国人的关系，你们会忘记自己是皇民后裔，用这样控制你们。哎，怎样有恐怖哦？你们的思考模式就是变成中国人了。去年，奥巴马跟习近平在加州农庄见面，不是爆发去年爆发的 Snowden 的监控事件，有无？在那段时间哦。重点是啥？伊讲在监控诶，临近计划跟 HKX 表示啥？美国有能力监控全世界，更不要说台湾是美国的占领地，哦、尤其是会危害到美国亚太区域利益的，在台湾的这些人，不管是台湾人、中国人，放弃的方向其实可是建构心有恶意诶，要靠中国吃饭的这些人。您去用电的饼，唔通学北部。意思个一下，内湖是美国的 Commander Center for Asia 亚洲指挥中心。拄啊，希腊的又多讲的迄部，伊讲抉择嘛，其实就是要甲台湾人讲，
令那歪罪黄明后裔，可以讲本土台湾人，会使依照自愿 ，UN 就是联合国，自愿意愿合法性，你们就不要申请，你们就拿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到时候跟着国民党或是中华民国一起离开，就这样子而已。愿意的，你们就当黄明后裔，拿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身份证。奥巴马不方便讲，希拉里讲啊，监控是基本配备。如果中国人住在台湾，台湾如安全，为什么？因为美国到时候就要花更多的监控设备来监控在台湾的这些中国意识的中国人，或是中国意识的台湾人。越监控，台湾是不是越安全？对不对？如果你们在意国籍的身份，你们就不要跟这些中国人结婚嘛，就这样子而已嘛，对不对？已经结婚了没办法嘛，就按照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好、哦。2014 APEC 亚太经合会 WTO 架构下，未来有可能会这样子。咱加入 TPP， 台湾 TPP 可是亚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协定，美国主导的。那是因为太平洋战争是不是跟日本祖国分离，对不对？战争分离，美国嘛，战争分离啊。如果我们用 TPP 的方式，我们就可以跟金门马祖的独立关税领域分开了。来 ，WTO 架构，金门马祖独立关税领域，为什么？因为金门马祖是国共内战，中华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对不对？到时日本中国人个住在金门马祖嘛，啊，黄明后一个住在台湾嘛，台湾澎湖嘛，就用这样，又用加入的所属关税领域来区分，住在台湾的是黄明后一，住在台湾、住在金门马祖的就是中国人。或者是你有个人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你的利益在哪边会迫使你要当那一个国家的人。为什么很多外国人投资在中国，他也拿了中国籍的身份证，做出符合你自己利益的选择就好了、哦、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知道美国占领台湾的倒数第四行，台湾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伊伫1959年9月4号，1959年，甲联合国讲的，伊早就承认被美国武力侵占了，早就知道了，只是说为了面子，他故意讲非法，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什么中华？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台湾不是伊的啦，但是伊长期跟中国人洗脑，他熬未过来，你知无？忍不过来。因为他只要一讲出来，因中国个帮啊，他们中国人会翻过来哦。来，在去年迄个无，阮伫台北国际会议厅举办的9月17号到9月19号，9月17号 Scott Brock 来，对不？9月19号，艾森豪的孙女来台湾颁发艾森豪和平奖给伊。从军事层面来讲，颁发给蒋介石集团的和平奖，是不是意味着解除武装？对不对？被肢解了，被肢解了。好、哦，借由颁发和平奖的名义被肢解的，今天艾森豪的查某孙，二次大战盟军团，另看石油啊，台湾民政府，一在是战争史回顾145篇，台湾民政府在取代台湾美国军政府，转型成台湾政府，另。这几个你看好，后一篇我要讲一个重点。我拄仔讲的军政府，台湾民政府，你即马看，我拄仔讲的台湾民政府要取代军政府，转型为台湾政府。你看头一篇，搁看一个，搁看一届哦。好，往下，民政府是咪大日本帝国的架构？要取代美国军事政府，我是从金融层面来讲的哦，哈，这个要取代这个，要就是说由信托，我多少讲给民政府是不是用信托统治的关系？民政府要取代美国军政府，转型成这个银行是非信托制的，也就是他由未成年要取代这个转型成成年，有无？非信托制你等多少人？我今天我该讲给有无？这就是一个动作。
为什么？这两位都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好玩就是在这个地方，两位都是艾森豪奖金的得主，他用经济层面来解决二次大战台湾的问题。来，在台湾民政府去缴，这个 TCG 台湾民政府的执照，这个台湾政府有没有多少讲诶？台湾民政府在取得台湾美国军政府转型有没有？民政府的执照，台湾政府的执照。你看那个奥巴马跟日本天皇见面，像不像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条信用统治？有无？有行吗？信用托付有无？旧金山和平条约三条信用托付有无？美日太平洋战争我证书嘛，所以下海放弃台湾澎湖的管辖权，是不是借由信用托付？基金会本身这三个字就有信用托付的含义在内。哦，他用金融产业来定义，那要干嘛？转型移交。我是用金融的方式来的，基本法好不好？您现在手中应该有基本法，台湾政府，但是要转型为台湾政府，应该没那么快了，要很久很久了，至少要十几二十年了。哦，大概是这样。再给我五分钟可以吗？四分钟，因为可以吗？台生，好 ，OK， 我尽量讲快一点。历史的偶然跟必然，你不母亲的对吗？海峡，俄罗斯诶，迄个时阵1905年，俄罗斯海战跟日本海战，对吗？海峡，对吗？海峡，现在有什么？有什么是一对吗？马英九跟奥巴马，日本有一个对吗？海峡，哈、哦，洪仲丘，两三年前跳起。我有去查伊的资料，伊的出生甲贵姓，一天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一天是美国的国庆日，冥冥中太巧了。2013年9月8号，9月8号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9月8号，日本在取得2020的奥林匹克代表权，9月8号有红色的字，2020。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约日，表示什么？世界上其实知道一些二次大战的问题了，只是大家都没有公开讲出来了。好啊，我这讲有较轻，我尽量跳紧的。恁大概看一下就好，因为我今天哩讲迄影片吼，伤久啊。咱坚持法理就好啊，咱卖甲中国人有交叉，我尽量骑较紧的。来，恁看。我白讲啊，理所当然，对不对？啊，皇明后裔，恁有日本史，恁的祖先有日本时代，或者听本，恁要拜谁？啊，迄、那个靖国神社的图片无去啊！你看中国人安那抬台湾人，皇明后裔，哦，我尽量讲较紧的，想起皇明后裔，啊，柯文哲因老母讲，那你们是谁？那你们从大陆来，你们是谁？四台中国难民啊，对不？这是蒋介石在日本的时候的名，对吧？伊嘛有日本名，所以咱是日本人啊。伊走去日本，嘛好日本名啦，唔通袂记家己是虾米人啦。伊接受中国媒体访问，家己嘛咧唱中国的国歌《勇士进行曲》《郝柏村》，但是伊是中国人，无唔对啊。郝龙斌，台湾是被祖国遗弃的，错了，是因为战争而法定割让的领土。伊要讲给中国人听，好因爽啦，知无？今年这个 Daniel Russell 说啊，今年也处理啊，今年也处理，有无？2月28号是咪控告了，对不对？这个较轻，这个、我卖讲，时间嘛要搞啊。明治宪法，这个、要看美国跟日本天皇怎么谈啊，我不讲了。一个一个，中华民国总统府。废止国防部参谋什么条例？废止领事馆组织条例。一个中华民国总统是主导国防跟外交，所以他自废武功嘛，他练金庸小说的《葵花宝典》嘛，对不对？伊甲恁讲啊，我已经不是总统了，啊，这话卖讲啊，好，我讲到这，多谢恁。